都已经拜到要起新厝啊，你还是不知道它的由来，知不知道？你有没有听爸爸妈妈还是阿昼说一些什么关键的线索？哇，已经隔下前前后后我数不清的阵头了。今天总共几顶轿子？10顶左右啊。应该还好啦，啊，等下要多少啦？我也算不清。十顶轿而已，但是人数数不出来吗？每礼拜三暗时10:30，报道神很大 ，Oh my god！